琴，中华梦，中秋响宴，杨艳演唱会节目开始。首先为各位介绍的这位是五等奖的冠军歌后，带来的第一首歌曲《血染的风采》，我们一块掌声欢迎常薇薇小姐。谢谢。这是一首很感人的歌曲，因为有一段很好的事，之前就是为了唱歌曲，希望各位喜欢。一首代表我们台湾的民谣的歌曲《刀山青》，也叫做《阿里山的姑娘》，介绍给各位朋友。如果各位朋友会唱，我们一起唱好不好？好不好？Thank you.
听到了，很多朋友都会唱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从小都会唱的歌曲，很好听的一首歌曲，可以算是世界名曲了。我想最后再为您介绍的这首歌曲，也是来自朋友非常熟悉而喜爱的歌曲《月琴》，带给各位朋友，谢谢。